蔡颖清出版过《妈妈是最初的老师》《漫步生活》以及《厨房剧场》等脍炙人口的好书，而每次一出版就会让很多妈妈跟女性朋友奉为圣经。今天我们要透过林白夫人《来自大海的礼物》跟蔡颖清的《我想学会生活》这两本书，一起来了解生活的不同面向，了解怎么跟自己和平相处，并且跟自然和谐共生。如果能因自省而采取行动，生活就有改变，这是我写这本书最大的感触。但愿我能常常修正生活，使它具备有愉快容纳自己并和谐与环境的功能。